老司机，最近的车评做的不怎么。老司机，上次让你租的车怎么还没租？老司机，约你出来喝杯水都难，每次都是忙工作。老司机，这，哎，本机受不了了。哼，过期了。我打，生活压力大呀，测评来了能做呀，回家也是一个人过呀，我就只能这么发泄的啊！鸡哥，醒醒啊，鸡哥！老马，是啊，鸡哥，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想要发泄发泄啊？是啊。哎，其实我也压力大，但是我有解决的办法啊。什么办法？万物皆可压。可以啊，兄弟，图乐。那必须的，压东西那还不是得搞辆重量级的吗？正好我也比较喜欢图乐，就搞了一辆。Nice 啊，兄弟，这辆途乐比起早些时候的途乐更加美观，前保险杠造型也是极其动感，车身重量达到了惊人的2.5吨、确实适合用来压东西，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。毕竟这款4.0升的版本也得50几万，动力方面嘛，试试。什么就试试了？迟早压了你的铁头。哼，不错，4.0升 V8 发动机真不是盖的，哎，这么大一个家伙跑起来一点儿都不慢。对于前后都是双叉臂，操控性比大 G 还要好，甚至好于一部分小车。越野能力并不同于5.6升的版本，4.0升的版本的越野能力有所下降，车的空间还是很大的，毕竟是全尺寸 SUV 嘛。嘿嘿呀，这么多东西啊，可以吧？哇，这瓶可乐我可以先喝一口了。不行，这个可乐最爽了，最后才能搞。那我先拿个蛋吧。喂，哇，走你。老马，用全市四驱越野车碾碎他们。好嘞，走你。哇，这什么味儿啊，这个。哎呀，买了臭鸡蛋嘛，不能浪费嘛，过期了。哇，呵呵，讲究。切。哇，老马，让他炸！好嘞！过瘾，不过是西红柿也是过期的。下一个，过期尖叫鸡！接下来轮到这个了。我这有点浪费吧。哎呀，这个压了才叫爽。再说了，这个可乐过期了。好吧。快点，压爆它。走吧。哇，说实话还真挺爽的。再来两罐。咦，可以。爽，看
万军一息呀，胜读十年书啊。怎么样，该我压了吧？我这都还没压够呢，我带你压就可以了吗？不，这不行啊，我这什么都没压呀，你让我压一会儿啊？那凭什么呀？那有本事你自己去找东西去压呀。我自己找。哼，去哼。自从有了途乐，家里啊就只剩一辆途乐了。哎，你的电脑过期了吗？哎，好想压东西啊。哎， iPhone 13拿了喂，表哥，车找到了吗？哦，没有啊，那行吧。哎，要不然跟老马服个软吧。嗯，图乐，我来了。这和同事要的也都要完了。哎呀，老马，你说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，有什么坎过不去的吗？哎，小弟在这跟你道个歉。哎呀，行了，吉哥，咱俩谁跟谁啊？你说你都这样了，我能不带你吗？是。明天带你呀。老马，你慢走啊。Yes， 终于可以压东西喽。哎呀，这怎么还不来啊？不会是骗我吧？哎，吉哥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快点，你都拿了些什么啊？来，我们开始啊。这是什么？火漆魔方，来，这次让你干，好吧？快点，压的，走。下一个，下一个是什么？那过期的挖掘机。等等，压的，老马，这好像是我的东西，这压了一地。哎呀，反正你的这些东西放那也只能吃灰，还不如压了是吧？啊，过期了。说的也对呀。压。下一个。下一个。都压完了，那走吧。我还没有压够哎。那没东西，那你去找东西啊。包在我身上，快去呀。这个项目我们一定要高质量的完成，不管是加班还是加点都要做出来，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，大家一起加油。哎，怎么都走了？会还没开完呢。你是不是也过期了？鬼呀！哎，这没东西可压了呀。哎，七哥，你是不是也过期了呀？没有过期，我没有啊。哇，老马，你这在干什么？干嘛绑住我？老马！哼，我说过我迟早要压了你的铁头。哎，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个图乐压过期老司机。老马，你敢，你真是压东西压得入魔了呀，释放压力要适可而止啊，老马。哎呀，
这个途乐作为一辆越野车，这内饰已经相当不错了嘛，做工质量非常扎实，这些个细节处理的也很好，这个副厂给的中古屏还算马马虎虎，方向盘和座椅啊也对得起它50几万的价格，内饰基本没得黑。哦，对了对了，得把车窗升起来，不然等下血进去来就不好了。老马，我错了，放过我吧。老马，你很真真的呀，我再也不好。这次还不压爆你的铁头。老马。现在的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，年轻人的压力呢越来越大，需要合理的进行压力释放，才能更好的将生活进行下去。但释放压力需要适可而止且合理，不然将会物极必反。你过期了，哎哎，你们都过期了，过期了。别跑，看到了吗？不然就会变成这样啊。哎哎哎，老板，别跑啊，别跑啊。暴走汽车，最潮的暴走汽车，搞笑的暴走汽车，每周有新的时刻。暴走汽车，最炫的暴走汽车，认真的